同修阿弥陀佛，哎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三行贵与秀。啊，若人欲知啊，此地有无贵人、贤达人呐、啊，啊，唯从三行三头啊就可知。所以我们一进门呢、啊。入这个地区的人的生活习性，我们一进这个山门里面，就大部分就清清楚楚。像桂林的地方啊，进去了啊，都是一个贪狼星，贪狼啊，贪狼星呢，就是属于木星，出贵人，出文人。所以桂林那地区呢，啊，文人历史来出了很多文人，那就属于文笔，啊，属于文笔，啊，再来呢，巨文星，出富人，出侯亚郎巨文星，啊，出员外那一类的人，做生意的人，尤其呢，啊，这个巨文星啊，做土星。有的为暗土星，有的为暗，啊，土星有的为坐，坐后面坐的，所以无论是为暗为坐的，所出的人啊，都是属于比较有财富的。啊，再来第三呢，禄存星属木星，禄存星哎，就像木头。上面砍掉了，啊，下面呢，哈、啊，这个很多的三角，梭哈三角，那个角，螃蟹的角，或者呢，像那一种，乌鱼呀、啊，好、啊，那个形状呢，禄存星，啊，出贫人，出贱人，很多是我们的住家，向着前面山头被砍掉了，你的。财富肚子里面呢啊，那么袋子里面的财富呢，你会渐渐的啊，会空空的。而且那个是劫星啊，小偷的劫星，所以我们的这个三行啊差不多就这个的哇，我向着或者向后面，你向着前面。禄存星啊，在前面呢，就像这种小木头三形平台，然后很多山呢，啊，这个叫禄存，这是山脚下啊，这个山呢平台被砍掉了，被砍掉这个禄存，好、啊，禄存星，坐山。为贼王，坐山。如果皇子你坐在这边，啊，你在坐在这边的为靠山的时候，坐山的为贼王，出贼的王。啊，如果以后呢，啊，各位到这个地方。看到有禄存星，一个表面是土星，要注意看它的三角，就像前天我们去那个放羊的地方，
好，复原放养的地方，下面那个人就流水流了那个很多像螃蟹脚那个叫做鹿存精。鹿存精呢，啊，如果你做到为靠山，啊，就是出了这些出贼王，你要跟他做生意要来往，你就要小心。嘿，这个很灵。如果向山，在我们前面一个平台向山，所碰到的都是碰到一些啊贼与寇，贼寇。我们有很多台北的、台中、高雄，过去有很多人呢是开个餐厅、咖啡屋。好，他就像这样，他这个形状的，哇，很多人这个脚哈，然后就挖一个洞，以为这个哈，以为这进去的，充满的这个很有挑战性，结果这个十个做了十个败，他本就钻到贼窝里面了，钻到贼窝里面，所以那个再怎么做也做不好，那就鹿存精，啊，所以鹿存精。若是在虎边，若是在虎，向，啊，向山的主频，好，在白虎方，这么白虎方兄弟不和，因为陆存他是长男。长男，那么在白虎方的时候，在长男呢，他会比较阿爸，我会阿爸。以前和我施工到南部呢，一个地方呢，他去看，哎呀，这一家的人，好，老大的阿爸，好，你就问你，去跟他讨一杯水喝，我说干什么施工啊？讨一杯水喝，可以跟他聊天啊，聊一聊啊。好，那我就去跟他讨一杯水喝。因为那时候我们高速公路第一次高速公路嘞，好，那个挖了很多山嘛，挖掉了，像鹿存精刚好在右边啊。叔公告诉我说，你问他，他们老大儿子干什么？我问了一上啊，您大儿子干什么？不要讲了，不能讲，什么不能讲？哇，那个真是我家生了一个凶神的恶煞，这那个村庄人看到他都怕。你看这个，哦，那个老先生啊，他问说你为什么问这个？我这里唐山来的老先生，啊，这位我们这位啊老公啊呢，哦，很高兴，他说啊，拜托你帮我查看看。好，这为什么原因我老大呢变这样？我说那一个鹿存星，鹿存呐，好，那个贼星鹿存星呢，在你家的虎边，所以长房哎，老大呢会很凶悍，很凶恶凶悍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也没有钱可以改了，只剩那间的破房子。啊，后来呢，施工呢告诉他说，你在这方面呢，啊，看能不能种一些树，一个乡下的树，这样，啊，这里鹿存精，山被砍掉了很大的山，好，那向出去就是白虎方，白虎方，啊，后来施工呢告诉他说，你在眼睛门出来的地方，你赶快种一些树，或种竹子。种树呢，把它挡住就好，不然没办法。刚好他们后面有一些树，好，啊，移过来，啊，要他移过来。后来我们又没有再去了。鹿存星，哎呀，如果鹿存在这边，鹿存在龙边，青龙荒的时候，啊，青龙荒鹿存在这边的是，啊，这个英虽然是英雄。英雄不逢死，啊，文人呐，啊，你即使有满腹的墨水了，但是无从去发挥，
啊，常常呢还给人家做脚踩的，做了文章等等都会被做脚踩，再大的话这个再大的作品也没有办法，所以在龙边陆存兴也不行啊，白虎荒呢就破财。出逆子，那么相对我们住家的里面，你们要排像这种木头，木头呢，你这边也不能排，不能放，好吧？虎边也不能放这个木头，这个上面砍下来的，甚至上面被砍掉了，下面的木头也不能放，放这里也是破财，也是出逆子，要很小心。啊，所以很多做木材生意的人，啊，他呢专门做那个什么艺品呐、啊，啊，做到最后都不是很好，啊，就是有禄存，那一种气的存在，啊，若是在排在这边呢，小孩子聪明是聪明。是很聪明，头脑呢，以后呢，出的小孩子呢，好，很容易跟人家用文字官司特别多，啊，曾经我们到我们岳师兄的家，那个叫个十六七年了啦，到他家呢，在好我们中立的地方，啊，去到他家里呢，左边摆一个哦很大面呢，差不多很大的石头，在那边泡茶。我说你这个，你的孩子每次要考试都没有机会，啊，那么你的孩子呢，即使有天大的本领啊，都没有的，啊，这个功名的机会。他说是啊，你怎么看的？我说你房子外面挤得好得很，说你孩子很聪明，啊，孩子、儿子、那个女儿等等都很聪明，但是。都不逢时，每次考试呢都考不上。好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禄存星啊，好，这个你把它拿掉。他说老师啊，这么大门拿不出去耶，门啊拿不出去的，怎么办？问了有没有地方换？哎，没有换其他地方吗？我说如果你移到这边来的时候，移到这边呢。好，白虎荒就破财出不利的，啊，出这个不孝子。然后在这边，无论在哪里呢，反正陆行星跑到家里，等一只老虎跑到家里来了，你再想尽办法要来围自己赶自己，把它赶掉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哦，这个为这个事情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呢。因为跑来问我，那时候在台中，我说你们还没搬呢，老师啊，那搬不出去呢，小孩子这一考又落榜了啦，那么奇怪呢，我说你这个木头重要，或是落榜重要？我问他哪个重要嘛？恍然大悟，才说哎，好，小孩子重要。先是照着锯掉嘛，那那个先把照着锯掉嘛，先照锯掉嘛。你看，俗话说冒着气啊，跨个筛烫。老婆已经往生了，啊，你还在看那个什么尿桶，啊，你这人很奇怪的呢，啊，后来呢，他就回去就把它锯掉了，就抬出去了。第二年，啊，那个夏天呢。我们国家一个高考考上了，哦，那结果在里面编完五六年，所以各位，我们这木头像那么大的木头都有木神，都有树的神，树神哈，它呢，怨恨性很重哎，凡是所有以砍伐为生的，啊，那砍伐为生的，到最后来，很没有几个好。他不会去普渡，像我们今年啊水陆法会，我们的所有这个 Hinoki 茶木头那个老板呢、啊，他有事情来找我，我就直觉的，
它后面有很多很多不同形状的人。我告诉林某某啊，你最好要超度。你这几年来，几十年来以木业为生，他砍伐了这山神、树神呐、啊，你应该跟他超度。他好啊，好啊，怎么超度？我说这些超度受连累。再来呢，要普桌供养普桌。他问了几桌，我随你的意啊，他就三桌。啊，三桌呢，我们田师兄啊，七哥呢，他就跟他说，哎，林老板好像不行哦。你做那么大的生意，全台湾的木头都是你在砍，砍那么多山桌够吗？你去老祖讨人宝贝，去宝贝呢，孝杯，再来十桌孝杯，好二十桌卡杯，反正都在到最后的一百桌还是孝杯，没有答应他呢。那么我们七哥师兄呢，跟他讲了。啊，一次十桌了，一百一也没有，一百二也没有，一直跑跑跑跑到一百八，傻杯，180桌连续傻杯，三十杯，哦，他那一下呢，他心里那段时间好像湿的压着，突然就全部解开了，180桌，因为台湾所有的树神、木神呢，啊，山神。他都要供养180桌，回去了。好，小孩子呢，就他做生意稍微比较稳定下来。然后我去看他的住家，一家呢光那 Hinoki 全家的整栋别墅也差不多有这么大，这么大呢哈，他都是用 Hinoki 地板呢，什么都非常大，很长的，哦，很好的木料，著称呢。他那一栋房子的 Hinoki 好块木用差不多1-2千万，结果我去看了，哈，外表好看，那叫山峰谷，外表好看，里面全不错，难怪儿子一年跟他聊了2-3千万，聊了6年，啊，那聊多少？一年2-3千万呢，6年呢？1-2亿，他在这一辈子所赚的都被儿子把他花光光了，儿子也莫名其妙，啊，那个就什么，风水错了，里面的木头再好都没有用啊，房子好不如风水好啊。啊，问了怎么办？我说没办法改啊，你要改的话，你要去敲，那个又是很可惜啊，啊，很可惜的，好，那怎么办呢？他想想，对啊。这么多，这一敲下去全部都完蛋了，很可惜。那么这儿子的，那么每年继续聊好了，明年后年还2年，好，可能那一栋房子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房子好不值，风水好，你里面的东西再好，有时也不见得好。啊，以前我们一位师兄，啊，他呢？家里去跟人家买一个很漂亮的水晶，很漂亮，很美哦，里面有头发哦，有什么法晶，有什么呢？嘿，他就说这么放着会赚大钱啊，那个就放在他祖先的前面，祖先神位的前面啊，就会啊，人家告诉他会赚大钱。我去他家，哎，你这个水晶那么呢，你得出一告诶，会出哑巴。我们那个师兄呢，眼睛突然亮了，怎么办？那一定被我猜中了，不然他不会说我怎么办嘛。他刚好这个去年一年前呢，啊，出生了一个孩子，结果声音也叫不出来，也不会哭啊啊，这是啊啊，那保证是哑巴，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，啊，已经塞住了，所以很多有灵气的东西，我们要排要很小心。啊，他拿掉了以后，到现在已经7年了，也不会讲话。
还有我们一位信徒师兄，在民国72年的时候，我们就结缘了。结缘呢，他专门在做轮胎，啊，做轮胎耶，好，他的门口就出去人家停车，他用轮胎把它叠起来，啊，换个两三盆的正门出去的，好像这样，好这个马路，好在前面的，他把它换个轮胎，这边轮胎，这边轮胎，啊，这个木树，结果他出了三个儿子，都是哑巴，啊，在水的台中中清路下来，那里有一家的做轮胎店的。他家住在大雅，他前面呢就说他的人家会车子停在外面都不走。我说你有够孤老，孤老呢做出镜就会到啊，那个吝啬啦，寒酸啦，吃儿子啦，孩子呢就会哑巴。啊，那带来三个带来给我看，我说没有办法了，这个哈，因为你为人呢，好太过于吝啬。要停别人家，要停人家的门口，不给人家停，自己不给人家停，所以我因为你这个叫废轮胎，门气挡住了，有形必有灵，所以出三个孩子的哑巴，那怎么办？也没有办法，现在还是三个孩子的还是哑巴，所以这个风水啊，不是只有我们所讲的。定向，包括我们家里的布置、内外的布置，都息息相关。啊，一位我们的师姐，啊，她老公很喜欢捡一些古董，捡一些那个古董啊，回来家里，认得说他家里有古董的，就表示他家里的这个啊。生活品质啊，有一天呢，啊，他带着他儿子和女儿来开智慧，我说奇怪啊，你这两个小孩子头啊比石头还硬，啊，头比石头还硬哦，好，啊，都打不开，平常我开智慧，好，啊，这一开了，泥丸宫这里一道光就起来了，而且好了，哎，差不多一分钟就光起来了，结果。差不多30分钟、5分钟都打不开，我说奇怪了，你家里是不是头屋顶上都是排石头？又是啊，很热，屋顶上很热，所以去捡一些很多石头啊，很多石头的放在屋子上可以散热，很聪明哎，很凉哎，屋子上屋顶上你放了一排的排石头，平常我们就用那个隔热砖嘛，石头这么大，好，哦，那焊细石的碎石焊土放的全部铺上去的，结果孩子呢就他快点扣扣，他有了，我家里上面就放石头了，那个比较凉，对呀，啊。很凉啊，你小孩子都没有智慧了，好，哦，他打不开了，我没有办法啊，问了怎么办，拿掉嘛怎么办，他哈，啊，老师啊，我照着那要拿掉要花有多少时间多少钱呢，我说是啊，你的补习会比那还贵啊，叫人来开启智还贵啊，后来他想通了啊，想通了啊，就全部搬掉了，过了一年多我又开智慧，以前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在这里开智慧，啊，那这来了，哎，奇怪了，小孩子呢，聪明像是起来了，好，那开智慧呢，哎，一下子就打开了，那两个小孩子读书砰砰叫，哦，那就是，是有其形必有其灵，所以我们屋上石头，啊，石头一多起来。也是属于一个脸，整个排起来，上面就没有了。如果屋顶上，啊，平平就不算什么，屋顶上平平，你再放一些放石头下去的，啊，就是禄存星，就是禄存。哎，那个小孩子他花钱很厉害，小孩子不懂的事啊，他还就很会花钱呢。
那就是有些那个形，这是风水学。在2年前嘛，啊，我们一位师兄带着妈妈呢，啊，爬天梯爬不上来，后来车子呢，啊，就把他载上来了，载上来呢，我看呢，哎，奇怪，我一个直觉感觉呢，他妈妈就穿了那叫像的，抓鸡的那鸡笼呢，看不见那个，好像那个形状一起来。哎，我就是做老菩萨呢，他就有问题，心脏无力，心脏无力。原因呢，他儿子是搞艺术的，他的屋子正中央不是挂电灯，挂着我们的抓鸡啊，两个啊鸡笼那个，好，上面挂着啊，这样很大哦，很大的啊，里面装了几盏灯，表面看很好看。哎，我们是这样的，这样抓鸡的是这样来。好，上面吊着，好，这个，几盏灯，那是天罗，好，天罗也叫帝王，这叫做天罗，正中宫，中宫哎。啊，中宫，而且他这栋房子是做坤山，坤山，啊，坤山是老母，正中宫卡掉了，刚好将他的妈妈的元神全部盖掉了。我说你这个艺术家，啊，你家里你们的艺术形态，啊，艺术的心态，不知道要害多少人。他说哪里有啊？哦，你妈妈就被你害。你妈妈手脚无力，我心情这个天罗好，哦，给人啊盖住了，你妈妈又不是鸡。哦，那他的这位老菩萨的说，哎呀，原来我是你们老我儿子呢，挂上去我一直想，我又不是一只鸡，一直想想想，他就被盖在里面了。哈哈哈，你看啊，回来就拿掉了。在过不没有多久了，又来了，来了，老阿婆从楼下走到天梯，走到上面来，你看，所以我们家里的布置啊，好，这个也是一个禄存星，也是禄存，天罗地网又是建筑禄存，上面也砍掉了，好，这个一条一条一条的，都是想那个角，也是天罗，如果再放久一点呢，好，那。变成会有官司，有官会官司，啊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，禄存星啊，以后我们会教过哀星，禄存星又加上三弼，禄存星又到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灾祸连连哦。我们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他家呢。啊，也是专门在砍柴，在嘉义，在中埔，啊，他们放了很多像水陆存星的那个树头，他也专门做树头在卖。结果他一年到完呢，啊，就常常在跑法院。法院他有他儿子，有的他反正家人轮流跑法院，所以啊，就是那个陆存星，悬空哀星。哎呀，你陆存星放这边不对的，官司一大堆。我说赶快移到武曲的地方，武曲星武曲600的地方，好，移到那边。一段时间以后都好了。所以我们的户外的一切的布置，户外一切的建筑物也好，一切的这一些好装置，我们都要。非常非常的小心，否则呢，我们就自讨苦吃。啊，这个九星，不论是山形，不论水形，或是一切物体的形呢，我们都是需要注意。
阿弥陀佛。